下来要上台为大家演唱的这个人，在他的身上既有壮美也有人美，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奇人。真的真的。那么前不久呢，他也刚刚在日本举办了个人演唱会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应该说是载誉归来。对的。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李玉刚。 Yeah!